我小静不见了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失踪案还在发生，并没有停止的迹象。这位郭先生，必须接受去。我只抓对穷凶极恶的罪犯，只有我才能抓到。这位美丽的淑女是您爱人吗？她是我的新助理。你为什么让我做手术？我今年是一番春雨，我真是个天才。 杀人！杀人！杀人！我只抓最穷凶极恶的犯人，人贩子，多么不入流的东西啊！连环杀手才是我的菜。 给你一分钟时间，尽压够了，就及时做你助手该做的事情吧。他怎么就能确定了？为什么？从哪得出的结论？你等一下，他们想知道原因。回去就要做简报。 让他们先找尸体。这事儿太大了，大家伙都等着呢。局长刚刚也来了，你让薄教授先跟我们说说。你能不能在电话里做简报？我上一次做简报是在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央报告厅。现在你要我在108国道。 雾灵乡码头村的收费站做简报。那又怎样？你说的对，站在哪里都会正中发挥。是这样的，郭教授现在正在准备简报内容，还有一些证据需要补充，现在没有空，等我们到了同事第一时间给你们解释。 嘴角下眯，脸颊向下倾斜，上眼皮往下垂。为什么我刚刚看到典型的痛苦表情，隐藏在你的平静里？看来我上次的判断还是有偏差。你心中那点小忧郁、小悲伤，看来…… 还是跟你的父亲有关。错，我刚才之做一感觉到痛苦啊，是因为你还是要给刑警队做简报了。助理小姐，你是吃错药了吗？正是因为我真的身为你的助理，所以我想真心的劝告你，里面那些人。 都是敬业爱岗的刑警，你等我给他们做简报的时候，能不能不要讽刺他们？就算有问题，你也耐心一点解答，行吗？你是从哪一根跳线的神经，脑补出那么奇怪的观点？我脑补啊？你之前对我对别人，你想好吗？你说话分分钟气死人。 我讽刺人，从来都是因为智商上的差距，而不是仰仗专业优势。刑警跟我的工作性质根本不同，我又为什么会讽刺他们不懂犯罪心理呢？你们需要找的嫌犯，他有点小聪明。
也算是细心的。对于受害者，他也有一定的偏好。他并不是以暴力的方式带走受害者。他的沟通能力很强，他会和受害者有一段时间的沟通，请他吃饭，介绍工作，然后再把他带到一个他安排好的地方。他是独身，他在农贸市场附近租了房子，也可能是他父母亲留下的房子。他的家里就是他的作案地点，此人的活动范围很小，不会超过地图所标示的区域。大家都看到了，图中所标示的就是嫌犯活动舒适区。在这个区域范围里，根据我刚才所说的，重新的调查和收集受害者相关的信息，一定会有收获。等找到受害者的尸体之后，我会给出最完整的嫌犯画像。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？他为什么会住在农贸市场附近，也就是第一个失踪者失踪地点附近？他的确是比普通人聪明大胆，但也不过如此。以他有限的资历，第一次作案，他绝对不会选择在一个离家数公里的地方，而且他并没有把握去说服一个少年跟他去到这么远的地方。您确定那些孩子被谋杀了？失踪超过两周以上的人，被害的可能性超过90%以上。那薄教授，为什么要找到尸体以后就能给出完整的画像？因为他所有的内心诉求，最终都会反映在尸体上面。雪然，全警局只有你一个人受训过从美国传回来的洋玩意儿，到底靠不靠谱？这嫌疑犯长什么样，这可不是胡乱猜的。不是猜，薄教授应该是有推断依据的。举个例子，15、16岁的男孩体格差距都很大，发育的好，能冲到1.7米多，而现在所有的受害者身高都在1.6米以下，最高的也才1.58米。这也就说明疑犯本身的体格不会太健壮，所以在寻找受害者时他没有信心，只敢选择比较瘦弱的。你这么说倒有点道理，继续。我现在虽然还不能反推出薄教授的理论依据，但我相信他的侧写不会有错。队长，副队，有新发现。按照队长的安排，二组在重新走访交子街一带的时候，有一个水果店的老板娘认出了3号受害者。他说他记得曾经跟一个符合画像描述的男人一起走进了店，买了一些水果。什么时候？老板娘说他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是11月5号，他的结婚纪念日。因为他着急回家，是他的最后一单生意，可对方不停地在挑来挑去挑来挑去，弄得他很烦躁。11月5号，也就是说，3号受害者在11月5号的时候就已经与嫌犯接触，而真正报案失踪的时间却是12月5号，这时间差得也太远了。告诉我，你想要宣泄些什么？谁是你的第一个？是什么激发你的开始？而你又将变成什么样子？我说大哥，你有什么新的发现，直接跟他说不行吗？干嘛非要找我？你是薄教授的助理，他说了，警方跟他的所有联系都必须通过你。再说了，我也没他电话呀。快点儿！
喂，薄教授，警方说他有一些新的发现，想要跟你。怎么了？啊？他说叫我们过去。去他家？那是叫你一个人过去，还是叫我们一块过去啊？他就说了三个字儿，过来吧，然后就挂了。那快去！哎，别急嘛。接你的，你有什么新的情况，就直接说吧。你别看他好像在发呆，你说什么他都听得见。是这样的，根据你提供的调查范围和嫌犯画像，我们做了更深入的排查，发现有几名受害者，他们真正的失踪时间。都已经发现了，发现了。发现什么了？在农村乡下，15、16岁的男孩，基本上就被视为成年人，所以他们所受到的照看还有监护，不可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。的确是这样的，有的孩子真正的失踪时间与报案失踪时间存在着较大的误差。我已经把他们的失踪时间重新做了推断，你确认一下新的信息吧。失踪时间是早于2号的，所以他们俩的位置应该互换一下。吴教授，除了失踪时间，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可能相关的信息。你真的相信这是一起连环谋杀案？这种只存在于美剧里的案件，怎么会突然降临到我们这里？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相信，可是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，越来越印证了薄教授的判断。我还是不明白。你是他助理，他没跟你说过？他的结论就是凭空啪的一下就冒出来，他从来都不会解释他的结论从何而来，依据是什么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拐卖的对象以女性和10岁以下幼童为主，可是这批失联的失踪者全部都是男性青少年，这不符合拐卖的典型特征。薄教授，我已经圈出了3个最有可能的埋尸点。你带你的人过去，立刻开始搜寻尸体。我这就去。那我们现在干什么？我累了，需要睡一会儿。今
今天还有工作吗？没有了。我们不需要协助警方搜寻尸体嫌犯吗？那是警察的事情，我只负责分析。那我先回家，明天我再过来。不行。你现在的时间全部都是属于我的。我先回家，有什么事情我随叫随到。不行，如果半夜需要看尸体的话，难道还有花时间开车去接你吗？如果能够第一时间抓到罪犯，也许就能阻止他杀害下一个人。那我睡哪里？一般情况下不都是把床让给女士吗？你应该少看一点那种小说。二队，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暂时没有发现。收到，继续搜索。副队，这边有情况。拉开。知道了，吴谨言，醒醒！吴谨言，沉默，自己去睡。沉默。他女朋友的名字。你怎么会出现在我房间里？找到尸体了。我明白，但只要还没找到尸体，就总觉得还有希望。希望孩子们只是被拐了，希望是你弄错了。我不会出错的。是啊，薛仁说了，尸体就在你指定的三个地点之一。现在警局的人都可佩服你了。以后也会对你的指导更认可的。我的指导原本就是最权威的，不需要任何人认同。我以前就问过你，但是你没有回答。像你这样一个自认为是天才的大人物，为什么要斩我当助手？我对长安一窍不通，而且很显然你这个案子也不需要翻译。你千万不要说你在同事只认识我一个人，也不要说是我思维敏捷或者观察力强之类的。只要你开口，比我更符合助手条件的人，李叔能帮你找一答。想多了，找你是因为你这个人不凡。
而且挺好看的。请问你怎么也跟着来了？快回去吧，这些都不是你该看的东西。我好多干了十几年的警察都受不了这个。快回去吧。我回车里了。害怕了？我不想看。这是你最像个小女人的时候。简直是个悲剧。反正我不看。根据您的体温和心率，我感到您有一点紧张。我没事儿。你干嘛？我只是想给您一点安全感。目前为止，发现了六具尸体。显然，这里还会有更多，甚至多过我们记录在案的失踪人数。不是所有的孩子失踪了，都会有人为他们报案。死因是窒息。根据脖颈处的淤痕和嵌流的尼龙纤维来判断，凶器应该是最常见的尼龙绳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尸体会是这个形状：四肢、头颅、躯干。受害者是死后被利刃切割成六块，然后再咬。凶手分尸一般都是为了更方便地处理尸体，而这个凶手杀人分尸后却又将他们拼回整尸的形状，全部埋在了一起，甚至连器官和内脏都一块没少，这又是为什么？死亡时间。经法医初验，最长的是五个月，最短的一周左右，更精确的时间要等尸检之后才能确定。间隔期，尸体还没有全部找到，目前发现的最短间隔期大约为三周。最近的死者是一周，也就是说，小青有可能还活着，但是也活不了多久。心，你的欲望，
你的诉求，全都在这儿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受的是杀戮，单纯的杀戮。刚才你们给十拳你还没打。喂，金岩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没鱼吃了？找简瑶啊？不，我不要鱼。这是两份新的尸检报告，你带给薄教授。我还要赶去埋尸现场。已经有八份了，还会有更多吗？在现场挖掘停止以前，什么都很难说。薄教授。薄教授，薄青言，是你在里面吗？这个小东西总是不听话。我说说这个，薄青言，你在干嘛？出去。那是人体切割实验。他为什么要自己做实验啊？市局不是有法医办公室吗？那时间就来不及了。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的答案，等到法医来解答的话，救人的黄金时间早就过了。他想要什么样的答案？肢解工具、顺序、手法、罪犯的心理，还有一切的细节。这是最新出的尸检报告。是这样，果然是那样。他在进化，从一开始的犹豫、纠结、不熟练，渐渐的，他找到了最能释放内心变态欲望的方法。我的数据收集的差不多了，你什么时候把模拟演示的模块，还有程序建好给我？一天。好了好了好了，5个小时。你立刻去安排吧。
去院拍什么？要拍什么？嫌犯在幼年会采用虐杀动物等方式发泄自己的杀人欲望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需要更高层次的满足。整个杀戮行为始于半年以前，他一定是在那个时间段受到了特定的刺激，比如失业、生意失败、亲人去世、恋人分手等等等等。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他之前每一个受害者的情形再现。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，最初的受害者先被砍断颈部，再是左右上肢与左右下肢，每一个肢解部分都有多次的刀砍痕迹。但到了最后一个受害者，罗教授，你是说这具尸体是在同一时间一下子被分解成六块的？两只手怎么能同时砍下六把刀？难道凶犯还有同伙？可是你也说过，整个案情全套模式都表明凶犯是独立作案的，再怎么配合默契的同伙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同时切割。凶手的确是一个人。人类之所以是人类，就是因为他会使用工具。工具？吴教授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杀人欲望，他踩着一个又一个的受害者尸体，实验着，进化着，最终造出了可以实现他完美暴力幻想的工具。一台杀人机器。瑶瑶。老师。瑶瑶，我去过公安局了，警察说，我小金可能还活着。王叔，你先坐。你放心，警察一定会尽全力把小新给救出来的。王叔，别着急。听说，办这个案子，最关键的人就是那个住别墅、从国外回来的专家。我砸过他的门，我得罪过他。瑶瑶，我求求你，你去替我给他赔个不是。要不你带着我，我去给他跪下，我给他磕头，让他别计较。那一定把我儿子给我救回来。王叔，你听我说，我先生对于之前的事儿根本都没有在意，他非常认真的在办这个案子。虽然我跟他共事的时间不长，但是你相信我，他绝对是最好的。你真的相信吗？什么？变态杀人狂，还有杀人机器。在专业上，金岩的判断从来都没有错过。无论他的结论当时听起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，多么的异想天开，但是到事情的最后，往往都能证明他是对的。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也希望他错了。他真的能做出来吗？就单凭尸体伤口的形状和力度什么的。杀人机器的事儿不知怎么就传了出去，而且越传越离谱，好多家长都不敢让孩子出门。喂，
好，我知道了。二组原地保护现场，通知法医处，我马上就到。去埋尸的小树林1公里处，又发现了一具尸体。这都一整天了，他不吃饭啊？嗯，他一进入工作状态就是这个样子。其实我能看到他的善良，虽然他都表现得很平淡。你笑什么？他说的对。如果一个人有了敏捷的思维和细致的观察，他就有可能看到背后真正的灵魂。你说什么呢？没有声音了，大概成功了吧？旭然，你怎么来了？瑶瑶，博教授呢？在里面。进来。哇！怎么样？成功了？以嫌犯他平庸的智力，能做出来的东西，我花的时间已经够长了。这就是那个分尸的。嫌犯所做的，当然不可能这么漂亮。不过样子还有结构，肯定相差不远。就弄废了这么多。你一直强调，凶手的体能普通，智力一般。像你这样的天才人物造这个杀人机器，都耗费了这么多刀片。没错，嫌犯废弃的刀片，肯定还会更多。对了，这种刀具，在国内属于管制品，不能随意买卖和运输，当然更不能网购。从追查刀具入手。一定会有线索，我马上去安排。这个人就是来看刀的。罗教授，又发现了一具尸体，距离上次的埋尸点只有1公里。根据尸体的腐烂情况来看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第一个被害者。从骨骼发育情况来看，死者和其他受害人一样，都是15岁左右的未成年男性，死亡时间大概应该在去年的1月中到2月初。我核查过相邻时间段的所有失踪档案，没有找到相符合的记录。尸体虽然已经完全腐坏，但应该可以采用 DNA。可以啊，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完备的数据库进行比对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孩子究竟是谁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知道。Thank you.
经沉迷，一天一天谁偷走生命的痕迹，请你伴我去，谁会伴我去，去到刹那清风里。今夜星光旖旎，我在约定之地等待你，终于把梦唤醒。黑暗烟火是你唯一沉溺，一千万颗心一心都为你，与你长路共相依。也许爱情放弃会比拥有更近，可是我想找到你，天天年年你守护生命的踪迹，请你带我去，说好不分离，去到无穷世界里。今夜星光旖旎，我站在约定之地等待你，终于把梦唤醒。一颗心一心都为你，与你今生共相依。